もし万が一会いた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る？え、要是我加班太晚回不了家了，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那你就带上这个吧，我每天夜里都会听这首曲子。咱们现在约好了，以后每天夜里十二点，咱们同时听这首曲子，就跟在一起一样啦。你要是想我的话，就听这个。我没想到，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もし万が一会いた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る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もし万が一会いた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る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了怎么办？